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广州。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10号傍晚的5:46。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。我现在广州的荔湾区，这条路叫做中山七路，前方急走可以走到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，这个方向急走可以走到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，在前方这里就是广州的陈家祠了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算是挺优越的吧。现在可以看到路上挺多人的，因为现在差不多到下班时间了，带大家逛这一边吧。这里虽然是荔湾区啊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街景都是比较现代化的，因为在过去的话这一带啊算是广州荔湾区的郊区，所以这一带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些历史建筑。不过随着后来的发展，这一带慢慢就纳入了重点发展的区域，就建起了很多一些高楼大厦。对于这种街景我不太喜欢吧，因为可以看到这种街景全国各地都一样，没有一点地方特色，比较普通，所以看不到一些亮点，也没办法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些文化历史。不过在下方的不远处就正式进入曾经的荔湾区的老城区了。这条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，我觉得这条路的话应该很多游客都不会来吧，因为很多游客看完这个陈家祠之后啊，他就会搭地铁然后就去到这个华林寺站下车，就直接到这个上下九了，所以这一段应该很少人逛，除非是对广州比较喜欢，就会逛一下广州这种大街小巷，看看广州不一样的街景。这条路叫做康环中路，走到这里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岭南建筑特色，就是前方这种建筑，很多电瓶车。前方急走就是广州的上下九了，上下九的话我就不逛了，逛这一边吧。这条路叫做龙津东路，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了一些骑楼，现在这里算是进入了广州的老城区啊。进来这里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烟火味啊变得十分的浓厚。我们可以看到路脸旁所开的店
都是一些平民化的店，十分接地气的。不过我觉得这里的骑楼啊，不是最漂亮的。在荔湾区最漂亮的骑楼街就是恩宁路，越秀区最漂亮的骑楼街就是文明路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因为经过我对广州荔湾区跟越秀区的大街小巷不断的逛过，发现这两条路的话挺漂亮的。话又说回来，这条路的建筑虽然不是挺漂亮的，但是的话这里啊聚集了很多一些广州老字号。在这里的话算是广州粤菜的发祥地之一，前方这家街街包30年老店，看到没？除了这一家，在前方那里也有一家广州很老很老的老字号，同时也是广州一家目前还保存最正宗的早茶的一家茶楼，就是前方这家了，看到没有？永华楼。在这家茶楼里面可以吃到比较传统比较正宗的茶点，而且都是手工制作的。现在广州很多一些茶楼啊都是采用这个预制菜了，直接一蒸就行了，都没有现场做的了。但是这一家的话就不一样，据说是手工做的，看到没有？始创1876年，现在这里面也是人山人海，但是的话这个茶楼啊有点小贵。老字号嘛，说贵一点也不过分吧。发现这里很多一些街街包，街街包是广州的特色美食，也是粤菜的代表吧。除了这里有正宗的早茶之外啊，在这里的话还有一家比较正宗的粤菜馆吧，也是一家老字号来的，就在前方了。如果大家来广州旅游想尝一下正宗的粤菜茶楼的话，可以来这里逛逛走走看看，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。就是前方这一家了，现群饭店，看到没有？还上过很多一些米其林推荐，挺牛的。这家也是广州老字号，看到没有？时光老字号。在这里的话可以吃到广州十分正宗的粥品，什么艇仔粥啊，什么咸煎饼之类的，都是十分典型的广州美食。好了，由于时间的问题，那这个视频就简单带大家逛到这里了。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，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